色红色分贝，紫色又把我包围，流星注定要粉碎，愿望再更遥远，在梦的超级剧院，极光弥漫的身边，一百种大冒险呼唤我去探险，我有一种感觉把我推向前，越过天际之外2011年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哇，没想到过两年又到了这个舞台上，所以很开心又到深圳，还有跟深圳的朋友见面。好，还有更放，我爱你们。那还有呢，下一首歌呢给大家的就是我的新专辑里的歌，叫撑伞。心被融化在一瞬间，
我的心是否还在流浪，在未知的夜碰未知的伤，幻想如果没遇见你会怎样，是否能看见这片天堂，你一直默默陪在我的身旁，教会我坚强。两人彼此心上知，不用说地老和天荒，只要你能把我放在你的心上。心是否还在流浪，在未知的夜从未知的伤，幻想如果没遇见你会怎样，是否能看见这片天堂，你一直默默陪在我的身旁，教会我坚强。下雨天我为你撑伞，记得那次你是那右肩，把你护在我心跳的这一边。谢谢大家，我也希望说明年的跨年也跟大家一起在这里过。好，那下面呢还有一首歌，那就是我的新专辑的主打歌 My Logo。
谢谢谢谢韩东，谢谢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哇，来韩哥这边请，帅不帅？对，来东饭的在哪里？东饭的，来来来来，特别先跟这边的东饭打个招呼哈，来，好，这边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韩哥。来来来，韩哥还有中间的朋友啊，好，中间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韩哥。好，哎，右边的朋友，这边这边，我是韩哥。来，韩东你好，好了，还有后面的兄弟打个招呼，哎，大家好，休息一下了，好辛苦。我跟你说，他刚刚为什么晚上场的这个大概要几十秒钟哈？对，因为后边的 fans 太多了，堵到进不来啊。对呀、啊，更饭们把韩庚都堵住了，你说这要火成什么样子啊？我觉得韩庚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艺人，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 fans， 这个不足为奇了。嗯、但他的 fans 当中呢有很多大明星。对，这就最奇怪了，就、嗯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韩庚、啊，你怎么就可以这么红呢？没有，你看又不好意思了哈。对，今天呢，韩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呢，就是把今天的终极的幸运大奖呢，带给我们现场的各位。哎，强子不要着急，好吧？我刚零点倒数，韩庚不在、啊，我们要不要通过深圳卫视来分享一下韩庚有什么样的新年愿望？好吧，也说说也好，来。对啊。我的新年愿望呢，也希望说明天我更加努力，做一个好的作品，做一个新的专辑。那还有呢，也希望做一个更大的演唱会，还有拍一部最好的我的作品的电影。对，加油加油啊！我们一起期待着，我听到哈，我听到这个许诺，要有新的电影出现，要有新的这个专辑再出现啊。嗯，好。所以刚刚也说了，韩庚还会帮我们送上今天晚上两个终极的幸运大奖，而且奖品是非常之丰厚啊！啊，第一个奖呢是由苏宁电器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购物卡，另外一个奖呢是由一天假日广场提供的卡地亚品牌的经典腕表一只，大家想不想要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所以我们先抽出的是这个苏宁电器10000元的购物卡啊！我们有请大屏幕滚动起来，来，韩庚帮我们喊停。啊，我喊停就可以是吧？嗯，对。一二三，停。哎，我们恭喜这位13589915的朋友，恭喜他。好，再来一位，再来一位啊！是卡地亚的腕表啊！卡地亚的经典腕表，一天假日广场提供。来，我们请大屏幕滚动起来。一二三，停。好，13533360，恭喜他！好，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送给韩庚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新年吉祥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韩庚，新年快乐、啊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好了，谢谢。